조르기 방향. 这个下次给你卷了，我都不要再给你修了。这边不卡嘛，因为看你这边好像没有卷到肉上。啊，他们在外头补课。这儿马上要放国庆了嘛，噶。要回几班的？可能要哦，还是休息下嘛，就不要回得到不？这儿疫情有点严重。自由下，一个老师，
以前你爪子还是不是这样子的个？以前在我都慢慢长到现在的，这只又是走镜子一两年才开始长成这样子的。那你穿鞋子小不？不啊，我穿鞋子的都不敢穿那种，哎呀，浅的或者是小的，都是穿宽松的。但是你大指拇真的变形好严重啊！我也是让它加固的。你在那屋头懒得刷玻璃镜，我刷。